观众朋友们，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国际五联秘书长、中国武术协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晓林先生主持开幕仪式。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Mr. 王晓林,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武术 Federation,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武术 Association, Director of 武术 Center, the Chines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to host the opening ceremony.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Honorable leaders,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 good evening. 哈耀集团三金制药第四届世界杯武术散打比赛开幕式现在开始。The opening ceremony of Haiyao Group Sanjing Farm, the fourth Wushu Sanshou World Cup, now begins. 出席今天开幕式的来宾有 The personages present at today's opening ceremony are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在清先生。Mr. Yu Zaiqing, Vic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Wushu Federation, Deputy Minister of the Chines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国际武术联合会副主席、美国武术联合会主席吴廷贵先生。Mr. Wu Tinggui, Vic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Wushu Federation,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Wushu Association. 国际武术联合会执委、伊朗武术协会主席马哈迪·阿里内贾德先生。Mr. Mahadi Alinejad,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Wushu Federation, President of Iran Wushu Association.中国武术协会副主席陈国荣先生。Mr. 陈国荣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Wushu Association。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伊俊清先生。Mr. 伊俊清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of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and Director General of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旭涛先生。Mr. 陈旭涛 ，Vice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Heilongjiang People's Congress。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友东先生。Mr. 陈友东 ，Vice Governor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陶夏新先生。Mr. 陶夏新 ，Vice Chairma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PCC。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来宾的光临。Let us express our sincere thanks to the leaders for their presence. 现在请运动员、裁判员入场。Now let's welcome all the athletes and judges.国际武术联合会会旗也进入了开幕式现场，即将通过主席台。现在将要通过主席台的是本届杯赛的裁判员队伍。参加此次哈耀集团三金制药第四届世界杯武术散打比赛裁判工作的是国际五联选派的国际裁判，他们来自澳大利亚、中国、中国香港、埃及、法国、菲律宾、韩国、尼泊尔、斯里兰卡、越南等1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看到运动员队伍已经向我们走来了。
本届杯赛共有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12名运动员、教练员、领队以及官员齐聚龙江大地。运动员们将参加17个级别比赛的角逐，他们大多在去年第9届世界武术锦标赛散打比赛中获得了前4名，才有资格参加本届杯赛。所以此届杯赛势必是一场高水平的精彩的武术盛会。第一支进入场地的参赛队伍是阿根廷代表队。阿根廷代表队这次派出1名队员参加本届杯赛，将会参加男子90公斤以上级的角逐。接下来入场的是白俄罗斯代表队。本届杯赛中，白俄罗斯代表队的2名队员将分别参加男子60公斤级和90公斤以上级比赛的较量。现在向主席台走来的是巴西代表队。巴西代表队这次派出3名运动员，分别参加男子85公斤级、女子56公斤级和65公斤级的比赛。随后的是埃及代表队。埃及代表队此次派出5名队员参加男子48公斤级、56公斤级、70公斤级、90公斤级以及女子70公斤级的比赛。下面入场的是中国香港代表队。中国香港代表队将有1名队员参加男子52公斤级的比赛。伊朗代表队向大家致意。伊朗代表队此次派出了8名运动员，将参加男子75、80、85、90公斤级、女子48、52、56和60公斤级共8个级别比赛的角逐。大家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代表队。本届杯赛，哈萨克斯坦代表队派出了2名队员，分别参加男子65公斤级和90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国澳门代表队入场了。中国澳门代表队此次比赛派出了1名运动员参加男子70公斤级的比赛。接下来向主席台走来的是缅甸代表队。本届杯赛中，缅甸代表队将有2名运动员分别参加男子52公斤级以及女子48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我们欢迎荷兰代表队。荷兰代表队派出了1名运动员参加男子90公斤以上级比赛的角逐。接下来入场的是菲律宾代表队。菲律宾代表队由4名运动员组成，他们将分别参加男子48公斤级、56公斤级和女子52公斤级、60公斤级的比赛。接着入场的是俄罗斯代表队。俄罗斯代表队有10名运动员参加本届杯赛，将分别参加男子60、65、70、75、85、90公斤级以及女子48、56、60、65公斤级的比赛。泰国代表队向主席台走来。泰国代表队此次派出了1名运动员参加男子56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我们欢迎突尼斯代表队。本届杯赛，突尼斯代表队派出了1名运动员参加男子75公斤级的比赛。下面入场的是土耳其代表队。土耳其代表队有2名运动员参加本届杯赛中男子52公斤级和女子65公斤级的比赛。瑞士代表队正向大家走来。本届杯赛中，瑞士代表队派出了2名运动员参加男子80公斤级和85公斤级的比赛。接下来入场的是美国代表队。美国代表队有1名选手参加男子75公斤级的比赛。正在向大家致意的是越南代表队。
越南代表队由七名运动员组成，他们将分别参加男子48、52、60、65公斤级、女子48、52、70公斤级的比赛。最后即将通过大会主席台的是东道主中国代表队。中国代表队此次派出十一名运动员，将分别参加男子48、56、60、65、80、90公斤级、女子52、56、60、65、70公斤级比赛的较量。中国队实力强劲，在接下来的激烈比赛中，我们期待着中国散打健儿赛出水平，赛出实力，为中国散打运动的发展积累更多的经验。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所有的选手为我们呈现一场精彩的体坛盛宴，祝福所有的参赛选手都能够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现在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tand for the Chinese national anthem.现在升国际武术联合会会旗，奏第四届世界杯武术散打比赛会歌。Raise the flag of the International Wushu Federation and play the song of the 4th Wushu Sanshou World Cup. Please be seated. 现在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友东先生致欢迎词。
Now let's welcome Mr. Chen Youdong, Vice Governor of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deliver the welcoming speech.尊敬的于在兴主席，尊敬的各位国际武术联合会执委，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金秋九月，天高云淡，激情绽放。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刚刚落下帷幕之际，哈尔滨又满怀喜悦之情。 迎来了第四届世界杯武术散打比赛，在此，我谨代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向来自世界各国家、各地区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国际武术联合会，向所有关心支持本届比赛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武术是一种古老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同步，代表着努力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散打作为武术的精华，更是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世界杯武术散打比赛是世界武术界的一次盛会，来自世界19个国家地区的67名武林高手将在四海共争锋。 武周同竞技的主题下，激情碰撞，成就梦想，谱写世界武术散打历史的精彩篇章。世界杯武术散打比赛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平台，不同肤色的人们聚聚在一起，以武会友，心随舞动，因武结缘，相互促进了解和友谊，共享新朋相识的喜悦。 老友重逢的欢乐，朋友们，奉献一次有特色、高水平的世界武术散打盛会，是我们热烈的期盼。黑龙江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将以极大的热情支持本届世界杯。我们真诚期待各位朋友在哈尔滨这座美丽的城市，感受人民的热情好客。 共享武术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与友谊，度过一段难忘而美好的时光。祝愿第四届世界杯武术散打比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现在请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在清先生致开幕词。 Now let's welcome Mr. 于在清, Vic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Wushu Federation, Deputy Minister of the Chines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to deliver the opening speech. 嗯.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and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4th Sanshou World Cup here in Harbin. Please allow m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on be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Wushu Federation to extend my warmest welcome to all the athletes, coaches, judges, and honorable guests to the opening of the 4th Sanshou World Cup. I would like also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all the people who has generously lent their support for the success of this event. Wushu is a traditional sport of China and has since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today as a popular sport, Sanshou, which emphasizes on its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sport has developed rapidly around the world today. We have seen numerous excellent Sanshou players present themselves in recen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During the Wushu Tournament Beijing 2008, which wa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Beijing Olympics last month. The beauty of Wushu was displayed to the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90, the International Wushu Federation has dedicated to the promotion of Wushu and its popularity around the world. As one of major events of International Wushu Federation, we have successfully conducted three Sanshou Wushu World Cup events since 2002. We know that the Sanshou events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ushu worldwide. I wish the fourth Sanshou World Cup a great succes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Sun Hui will take the oath on behalf of all athletes.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第四届世界杯武术散打比赛的纪律和运动员守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不使用兴奋剂干净比赛杜绝不正当竞争体现武德努力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宣誓人孙慧 2008年9月18日 现在请裁判员代表来自斯里兰卡的Manuel宣誓 Manuel Damakiti, who comes from Sri Lanka, will take the oath on behalf of all judges. In the name of all the judges, I promise that we shall abide b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4th Sanshou World Cup. We shall study hard and make efforts to increase our officiation level. Using rules as criterion, we shall officiate in the true spirit of the impartiality, justice and accuracy. Manuel Damakiti, September 18, 2008. Thank you. Now,